呀，什么身份？三，太硬了。三姐，我老厉害了，我。做任务。Go。一二三。医美是鸽子。叔叔不隐形刀的吗？不应该呀，对吧？不应该呀，我在下边，嘻嘻，难受你们在旁边。医美是鸽子，投恩姐吧，好吧，恩姐没在饭堂，投恩姐。我只有印象里面，我好像就没有恩姐跟小颖，哎。我不归票啊，我就去说一下，我小颖跟恩姐不在饭堂，好吧，你们自己去拍过了。英满妹妹发言，我可能是个鸽子，也可能是个工程师，但是这一刀呢，不是小颖就是张西西动的。嗯，过。朱小笨发言，朱小笨出生就在那个，哎，应该就是在实验室，然后往左边走时看见苏苏站在那儿，然后后来耗子从右边实验室走过来了，在你们那个人堆里头有太一哥、苏苏、耗子、小颖，然后一米直接钻了盔甲，南少是后来从那个实验室右边走到我跟前的一张牌，所以他在右边是没有动的。那小李我没看见，嘻嘻，恩姐和巧克力酱我都没看见，我不知道他们的视角是不是我看不见。我有没有看到怎么刀的呀？所以你们盘一下过、啊。好，这里你的男孩小李发言啊，我跟恩姐一起复活在这个坑这个地方，然后完了我走隧道，走到这个隧道顶上的时候，我驻足了一下，那时候恩姐自己上去，然后恩姐最后一刻她是在我视野里的，但是以你们刚才那种说法来说的话，是隐身狼的话啊，那就排除恩姐，因为。我是在这个地牢下边这个隧道这个位置，然后恩姐在这个地方，她不可能隐身完了然后上去刀一个然后再跑到这个地方了，现行对不对？所以说她死了，恩姐在我这儿是没有出刀的一张牌啊，然后剩下的听你们饭堂内部的人说过。 OK， 巧克力酱发言，我也没看清楚，当时是太一哥跟小颖站在了鸡腿上，然后旁边有个张西西，然后我想冲上去报警的时候，他一个把这个警给爆了，我也不知道是爆开的吗？我不知道，好像反正当时离那个鸡腿很近的只有他一个跟小颖，旁边还站了个张西西，难受在吗？我不记得了，也没有啊。那如果小李说保恩姐的话，外还有什么外姊妹吗？你们后面可以盘一下过。这么盘下来的话，小李跟恩姐在一起对吧，在那个隧道地牢的位置，朱小笨说看得到南少，然后一美在盔甲，然后西西小颖太一在那个位置，我想问一下太一，你那边能看得到巧克力酱在吗？如果看不到鸽子，我觉得可以点他一票，反正我没有看到他，那他在的话那就耗子了呀，因为大家都在那边位置，那个耗子当时一开始是往右边走，往实验室下面那个走了，右边走说要去做任务，那唯一没有就是第二个人能看到你的，那只剩耗子一个人了，我怀疑耗子过。我这把但凡不是硬一点的身份我又没了，我肉汁啊，但是这一刀怎么说不是太一刀的，但是这个我就在这个腿旁边，我在叔叔的腿旁边，但是西西他有一个往下走，他本来是站在这个过道上面的，就是他往下走的时候，但是他离那个腿有一小节距离的时候那个腿爆开了，我不确定那个距离之内能不能刀到啊，所以我也不敢死踩西西。反正当时西西是有削微一个冲刀的动作，但是他离腿有一定的距离，然后就是耗子我去实验室的时候，耗子一个人从就是走那个奇珍异品收藏室和实验室的过道往右边走了，他一个人走了，他从实验室走掉了，所以我想怀疑一手耗子，所以在我视野里可能就是耗子和西西，就如果那个距离西西你说一下吧。过了，
你们打的太爷，你为什么无缘无故来打我？我跟小李在一起，你只打我不打小李啊？小隐为肉质，纳不出张歇歇。出张歇歇过，在我这儿谈不出来隐身狼，为什么？我是个外政委，如果你们要打隐身狼，你们能投到的人感觉盘下来就只有投我，但是我你们是很多人看见了我一个人往外走的，对不对？如果你们很多人都是在往上走的，对不对？如果我是个隐身狼，我从后面按着空格，你觉得我有多大的概率能刀到一个站在盔甲的叔叔啊？对吧？就是在我这儿隐身狼，你们这样聊的话就盘不出来，就不是隐身狼的。如果不是隐身狼的话，那是啥？那就是肉汁弹刀，小隐爆肉汁。那离得最近太医报警为我信一手太医的话，那旁边只有西西了，那我要投西西了，过。我只能保住小便，好吧，过，听西西怎么说，过。出耗子哥，当时我是贴墙站，然后小颖站在我旁边，那个苏苏鸡腿在两个过道的中间，郭凯丽站在那个上面，太医哥站在那个鸡腿旁边，出耗子哥他是隐身狼，过。张西西你好假，蓝少这还要听西西怎么说，你能是好人啊？没恩姐，我记不清那么多，我就记得你粉色的不在实验室，其他的我就不太记得了。但你也盘不到我，这跟我男的黑的，跟我还可以盘到我。你这份注意啊，我就盘一下。如果盘隐形的话，就盘。男少不好，男少不好，我就说让开。小李，你过来一下。小李，你干嘛？听，专门点豆吧。好。你别哭，声音有点难听啊，我声控。你别哭，你声音有点难听。难受，铁花也不会唱。这么多人都死了，这么多人都死了，我已经点能效果。我记得最开始那时候我看到了小李和耗子在一起，他俩都没了。警长双打，小李开局跟我说他带刀，那投蓝少呗。你上把还要听张希怎么发言，过。哎，嘿，小贝还是恩姐啊，提壶七个票。过了，等我把太医杀了啊！我这上当子还挺好玩，哎，拖着人跑了，嘿嘿，你过。先票难受吧，对对姐，先点难受，当着咱俩面刀的。过。我躲起来就能赢。不亏，到两个哦。姐，哎呀，来了，我吃了难受，吃了难受。老子玩的就是蛋蛋，来嘛，我操！
是送到嘴边是吗？送到嘴边。恩姐，你知道你最后一下吃了个什么吗？知道，听到了。这把怪我。感谢大自然的馈赠。送到嘴边，难受。刚刚你都追我，应该让你谁传出来的？一口。难受，非得追着我。呆呆。该传上去了，比美团外卖还强啊！不行，我去，拿啥？你去哪里找我了？